三娘是我朋友，你为了救她暴露了行踪，我憋两句话骗又有什么呢？而且再说了，我又没有说是别人的孩子，我不说是你的孩子。什么来历你别问，总之他不是什么盗贼。你要是想报官，这辈子就别想在这和尚再跑生意。<笑>哎呀，赵娘子说句狠话就想吓唬我。 想我郑老三能做到今天的位置，也不是个胆小的吧？等等，你要是想知道，我就告诉你。他姓萧，名凡，是史相萧相公家大公子，来钱塘游历之时，与我有了白首之约。只是彭城郡王有个远方侄子看中了我。 要拿我为妾，你们这才偷跑了出来。哎，我索性就把话给你挑明了吧。反正我肚子里现在已经有了樊郎的骨肉，他们伤了樊郎，又差点害死我的丫头三娘，也不差我们娘俩这两条命。我说那位相公怎么那么疑神好本事？原来是位衙内。哎，小人什么都没看见。我保证，这艘船上所有的人。 每一个敢多嘴的，多备些青州小菜来。白狼这几天胃口不好，你不会都听到了吧？真的，我是吓唬他的，你别在意。 上药里的天风散和天王精创丹，你都有用过，里面的白毛女子有了极易化痰。我听听你的脉象。我不是刻意要消遣你啊，那两位药孕妇真的不能吃。你别胡说。你难道不是怀了欧阳的孩子，所以才那么着急要去东京找他吗？我没有。 少胡说八道！那你若是再是女，怎么能跟别人说你有了别人的孩子？我不都跟你说了，再骗船老大吗？事出从权，你懂不懂啊？你可是个皇城司哎！三娘是我朋友，你为了救她暴露了行踪，我憋两句话骗又有什么呢？而且再说了，我又没有说是别人的孩子，我不说是你的孩子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只跟船老大说了，别人不会知道。 所以说别人不知道是你的孩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说，总之就是别人。哎，行行行行行，我认点倒霉吧，是我的就是我的。占我便宜，顾千帆。我莫名其妙就当爹了，不应该是你占我便宜吗？我这是在救你啊！难道不是我救你的朋友在先吗？